看这一题，他说有一只哈、哦、刚封装完成了，但还没有刻上刻度的温度计，已知哈、哦、放到呢0度C 的冰水中哈、哦，那么它的水面哈、哦、高于球状底部5公分呢、啊？就0度C 的时候它是5公分。好，那放到沸水中的话，沸水就是100度C 嘛。这个时候，它这个水银柱的高度哦是25公分的。那么它现在问说哈，现在将这温度计哈放到一个温度不晓得的那个呢某液体中了，那么水面哈高出底部12公分的话，那么温度呢等于多少？好，那我们呢应用它成比例的关系的话哈，可以求出 x 来。哦，这个比这个会等于这个比这个，哦，这个是 x 减零嘛，就 x，啊除以呢100，啊会等于多少呢？会等于这个12减5嘛，哦12减5，这是7，啊除以多少呢？这个哈、哦、啊比上这个，这个25减5，哦这是5了哈，25减5。那现在就可以把 x 算出来，这是7，这是20，约分25得10，所以 x 等于多少呢？57，35了，所以是35度 C，所以这一题应该要选 B。